哎呦，小心跳弹！来射迷你钢板，用这个雷射指示器，VFC 的计时8C 开始哈，5公尺。我们再换个弹夹哈，心得是哦，虽然有装那个外显的雷射，好像感觉比较厉害啊。实际上，枪本身还是会晃动啦。你看那个雷射点在那边跳跳跳，就知道其实晃蛮大的。哦，所以手持的持枪还是要蛮标准的。我刚刚也发现，有时候我右手的拇指没有抓紧啊，只靠左手手掌压，那右手拇指没有抓紧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当然枪本身的气压也有影响。像刚刚你看最后面那几发，蛮稳的哦。那是因为这长弹夹后面几发，我觉得它的子弹的出速哦比较稳的啦，所以我觉得后坐力也比较恒定，所以比较好抓得住这样子。那刚刚这样的一个命中率，应该看起来大概可能60%左右吧，60%。就是单单用雷射瞄准器这样子，好，拍到这边，拜拜。